好，飞鬼，哎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车子等过来，等过去。来，各位，我在加工要抽奖给你们的东西啊，我们这个边边它太厚了，那我们在压的时候那个边边是没办法施力的，我们就放不进这个橡胶，所以我们把它踩一下，但是我踩完发现亚贝烂掉，亚贝豆腐渣工程，他们不会拿出来的、啊、他应该是不会拿出来的，它看起来好像宝丽龙，是超宝丽龙的，但是拿这个来取代宝丽龙，环保填充材料不行吧，这装鱼那个真烂掉。哎，说到装鱼的那个小姐，你上次装鱼的那个宝丽龙箱是哪里来的？哦，那个是我买鱼的时候就是运送的箱子，你要买是不是？我想要来种稻。你要种稻？我楼下才种麦而已，你要种稻？我还想顺便种豆子、种马铃薯、种地瓜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自然科学观察到发芽，然后就没了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后来后续是如何。对，我就很想知道它长大到底怎么样子，我想见证它的一生。我只要提前步入那个老退休生活，退休生活，就是那种路边有没有那个阿嬷有没有会在那边拿那个施肥，然后在那边浇宝玉龙里面那个菜的那一种了。那阿伯，他们的阿伯就是这样，就拿尿，所以就都很臭，所以胡子在那边尿尿就说哦没有我在施肥啊。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给我一个很好的随地大小便的理由。你要那个箱子啊，我可以去帮你载啊。报告，那可以顺便拿海水吗？那个，你们去买那种鱼的地方，那种海水店有没有在卖海水？天然海水附近就有了。知道、嗯？太赞了，我们不用去台中港捞我们的实验素材了。啊、太赞了！是啊，重点是要干嘛？秘密。其实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，买海水素就好了，泡完了就是海水。你说啥？海水素就是我们以前养鱼专门提供一些不方便提水的人用的，就在家里泡一泡，它就变海水。无聊，你不要弄那么无聊的事情，我要天然的，天然的小号。怎么好像变很小？瞎聊了一通，直接缩小。耶，睡啦，扣起来。哦。哇哇，嘿嘿呀，老谁？哎，是这个吧？没事。刚当完兵还是蛮有 sense 的。哎，所以没有退化哦。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也把它垫着？它就白边。哎，你很有道理哎。哇塞，哇，大家都很聪明。你因为我没当兵，智商还在线。哦哇哦哇哦哇哦，不会啊，有些当兵的人也是蛮聪明的，就是签下去的人。有没有证？有。可以想象抽到这个的人，他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心情会多么的愉快。演示一下，假设你自己是，哇、哦，真拿到啊！哇，你看我的偶像把这签名寄给我了，他是直接这样做出来的。妈妈，你看，我真的收到了，妈妈。好，那外国人收到了，外国人啊，来一个美国人就好，美国人是吧？哦 my God, it's Pussy, you know? Hey, mother, Pussy, my idol, send his gift to me. 刚刚讲到说你还是一个小孩，那来个 Japanese 小孩，日本小孩。哦哦哦哦哦！语言这样忘，语言这样忘，失去语言能力，慢到失去语言能力不行吗？这样加工完一个，我们还有一个，这个感觉更难切，而且这个比较粗糙的版本。对，我觉得可能切的时候它会这样子，啪撕开烂掉。你们觉得哪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多纸屑？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材料做的？纸啊，我们用纸做纸啊，纸做纸。脱裤子包屁！你小时候没有玩过吗？没童年。我只有玩过拿就沾湿，然后丢天花板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干掉就变这样。那、啊、再下一步、哦啊、就快变这样了、啊。我们就是把你那个白木的作为。然后把它拿来，一直在可控制的范围里面，然后就可以赚到钱。那就可以赚到钱，都快了，快提了。那个嘛，压力测试哦。我在把它的结构震扎死啊！哇，这种功法果然不愧是大雅工作室最强手作人。有没有，它里面一定有很多什么有木头的这个纹路嘛？哦，我把它震震震震，这时候我就卡进去了。哦，你很有道理。来，我看你能跌多远。不要怕，一拍就有压力。这个玩具真的有魔力，它就放在那边，任何一个路过的人都会想把它拿起来玩一下。我觉得每到换一个大小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关键。你看这个最困难的是，你跌到上面的时候，你手就不能靠着。啊，对啊。哎呦。渡劫了，渡劫了！大颗第一颗，哎呦，很稳嘛！哎呀，就大颗第一颗。跟你说，这个招式他们已经试过了，
你们这样会比较简单吗？你们这样会比较简单吗？你们是像火箭一样，这边先煮好，那边先煮好，斗起来吗？你以为你可以跳级哦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写照啦。小六，国中三年级，高中三年级，大学四年，大家都大二、大三就被当掉。明天早上来上班就会看到我直直的立在这里。哇哟！你会发现今天被我点的快感。他这样子拱拱拱的，整根这样子，很像你会做的事情。火灾！火灾！火灾！火灾啦！火灾发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干嘛？在哪里？为什么有火灾？不是我啊，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楼上有人打我。楼上没有人啊，这边没有人了。我要灵异事件，灵异事件。是烟雾弥漫，对不对？吓死！大家都吓死。好，所以这是工作室的传统就对了，施工一定要弄到那个烟雾警报响起来就对了。仪式感，没有明明就没有烟雾，也要响一下就对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好像有点常见？啊，真的太痛了，真的太痛了！你这次踢到什么？这个地方好痛哦，这不是胫骨呢，这是脚踝哎！天哪，我刚刚坐在那边，我就听到砰一声，超大声！哦，你是踢到这个吧？什么扣子旁边那个扣子？这个，哇塞，哇，那真的会很痛哎！那是立直的。你这是扣到哪里啊？对呀，右脚内侧。对啊。你怎么扣的？所以你是想要跨过去？对啊。哦，莫名其妙开始探讨你怎么扣到那里。这是很科学的吧？这是有科学到。可以，这是很合理。所以你是想这样子？这样子一个碟子不知道可以取到多少蔗糖啊！我小时候超爱这个东西混牛奶喝，贼好喝。你有没有印象？其实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甘蔗牛奶这种饮料的。那个时候我是自己这样子把它加在喝的。我那个时候还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奶香天露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你是台湾手摇饮第一人哎、欸。对啊。然后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喝手摇饮，但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甘蔗牛奶好像已经变成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商品了。对啊，小时候我就是没有受到良好的引导，不然。搞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红顶商人，然后再摆在烘干机里面，然后呢，然后再把它摆在烘干机里面干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摆在烘干机里面，然后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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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把它摆在烘干机里面，把它做回泡面干，那是不是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，然后吃起来的口感还不错嘞？接着呢？隔壁拍得太嗨了吧？对啊，他们用吵架的方式。不行哎、欸，有鲤鱼在拍片呢，我们两个片场会干扰哎。接着呢，然后这边就是帮我这样子举卡接一下。我严重怀疑鲤鱼听到我们讲话，然后他就更嗨。他会跟他。鲤鱼仔问你有没有露营的 LED 灯条可以借？有啊。吕先生，请过来面谈。部长，你有闲置的是不是？有啊。几公尺？十公尺哦、喔。十还是十五吧？这么凶哦、喔。借一个啊，借一下。你们明天要去露营吗？没有，我晚上跟先跟朋友去，啊，我中午再回来上班。在笑，他只度过晚上那一段，这样感觉还蛮好笑的。晚上不错啊，就是度，因为早上太热了、啊，也不能干嘛，所以晚上才是最棒的时候。你在早上回来那边吹冷气，然后晚上回去吃烤肉这样子，大概好爽哎、欸，这样蛮爽的，其实。我下次也要这样。够近。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这边好像太宽了。不会啊，因为这个弄起来之后，它可以这样的。哦，你要把它往里面搬了。而且它这个东西，我之所以要叫你找这个，是它可以这样，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用？可以拆掉耶。你们一定都不知道。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直嚼它。对，没错，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非常的快乐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快乐吗？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在干这个，我就坐在最后面，然后再拿一个水桶，老师在前面讲课，然后我在底下这样。走走走。那老师也不知道是没看到，还是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怪小孩，所以也没有理我，还是怎样。反正他就是让我在那边做我自己的事情。可能那个时候我那个科目的成绩还不错吧。出来啊！为什么会流出来？不会吧？你那里桌子啊？那是水吧？我先知道。是水啦，是我自己洗手的水啦。你要确定？我不要亲你。是水啦，真的哈、哦，是水啦。给他洗。对，这是弟弟故意的。你说什么故意的？那个弟弟瞪出我们，然后在他面前，在他妈妈面前说这个是奶子，那他妈妈走过来说，确定是奶子吗？他明明就有看你的频道，明明就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他硬要说他是奶。这段能不能剪出来？5.4公尺。都是碰到墙角啊，就一模一样啊。OK， 网络上这支影片多此一举，根本就不需要中间这个东西，你需要的
只是这个头，你多了中间这个有什么好处？是它的压力可以累积。